这位离哥公子是四嫂，你孤陋寡闻了，他就是雪杖的主人轩辕离哥呀。四嫂，这件事儿就只有天知地知我们三个知道，你可千万别传出去，我就想给父皇一个惊喜。石皇子放心，子晴有幸先闻为快，定不会多嘴坏了你的大计。主子不好了，妖王爷找来了，快快躲起来，我们都躲起来。老石，别丢脸，还不赶紧出去迎接。跟他说我不在，我不想见他。七哥，求你了，你帮我挡挡，上一回在怡亲宫里我可把他得罪惨了，我一辈子都不要见他。你得罪他在怡亲宫？就是上个月27，怡妃娘娘在他宫里设宴，那晚就你整晚泡在国色天香，我们全都在怡亲宫。怡妃让父皇罚四格酒，我那时候喝得高兴，就帮腔罚了四格好几杯，四格后面都醉得不省人事了。主皇子都去了怡亲宫，只有君北要去了国色天香，难道是他？老石，你别坏我名声，我哪里整晚泡在国色天香了，我就是去坐了会儿。你一喝酒就是那德行，四哥才不会跟你计较呢。走了走了，好久没见四哥了。晴儿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四哥，好久不见了呀，我和师弟在御花园偶遇四嫂，就邀来小坐喝茶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介意，失陪了。我呸，老子怕他不成？老子是让他呢。得了得了，少在我面前逞大爷，老四对父皇也是那张冷脸，跟你计较作甚？